鬼鬼吴映洁早前签约给南韩经纪公司 CJENN， 并远赴韩国苦练歌唱以及舞蹈。近日，他带着新歌《Sugar Rush》登上韩国音乐节目，在舞台上卖力的演出获得网友一致的好评。而鬼鬼之前接受杂志专访时谈到，自己独自前往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想到自己第一次发片的首场演出就是要唱韩文歌曲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如今终于苦尽甘来。鬼鬼之前PO出了多年前的文章，内容提到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还没有实现，会一直等着实现的那一天。如今一直盼望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，那就是要发他的首张 EP 了。鬼鬼表示，真的很难想象这一天的到来。